来了，医院那边封起来，来我们这个坑道。这个是你找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个明明就是，人家农舍的感觉，农舍吧。再往里面走了，反正我要先找到那块牌子，写那个观音亭山的牌子。他们说这边路况很糟糕，他那个牌子应该会出现在左边，可能会找不到、啊。欸、很多条路呢。哎、欸，你这是在雷我们啊！前面还有你自己看哦、啊。我没看到这些东西啊。那我怎么知道？我没来过。他说路况非常差，也没有指标，路径长得都比人还高了，路径草都长得比人还高了。前面比较高啊。这边。然后走走走。这边。哎呦，小心！哎呀，妈插进我耳朵里面，操你妈的！哎、欸，这边有颗石头，好像找到了。哎、欸，确定一下，确定一下。哎，你帮我照一下，你帮我照一下。对吗？哎，这边有，这边有楼梯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哎，找到了，还是找不到。没有，那个，sorry， 那个通道在里面。哦。观音亭，哎，真的呢。哎呀，这边这边。下次我应该啊，就在这边啊。对。没了，没有啊，还有坑道在里面了、啊，坑道在往那里面走。哇操，在里面、啊。对 对，那这条路直走就到了。观音亭山。其实早上来就可以的，不用到晚上的。啊？早上我在睡觉，没办法。你知不知道啊？是吗？是这边吗？没路。在这边了。对。哎、欸，到了。到了。哇。哇！阴风来了！哇！阴血来风啊！哎、欸，这个不行吧？哎、欸，这个不行！这个我刚才以为是什么山谷之类的。好没这个，这个不行啊！看你俩这才……哇！不行啊！这个不错呢。这不行啊，这不错呢。金苹果我是下不去的，交给你们。哎、欸，小王，这坑道有没有干嘛用的？不知道，还是你在这边等我们？这应该就真的是防空洞、啊。这边等我们。可是我看他们在里面探险，走超远的。叫我们先走，连出去都不敢，我只敢站在这边罚站。然后我哎，站！你要可以抓这个，这爬是还好啊。要下，我先帮忙照明啊。怕他妈的有。先你抓右边那个树，抓右边那个树。哎，小心啊，这超滑。要下先抓这个树啊！对，欸、我先把那个，等下手那么刮伤了。你们刚刚有没有棍子啊？这边有一条。哎哎、那个超滑、啊，干真的很滑，真的很滑。那个超下来吗？我先抓那个。但因为下雨天呐、啊，他妈那个地板啊太滑了。然后脚踩这里。靠！我就看到你的鸡排。我一般人应该是找不到的地方。千可以进千千万。杀回了。你找一下。再冲上去吧。好像有蛮多条路。笑死！庞然大物，看着很可怕。哦，哎呀，他们呢？哦，他们在爬。看那条很可怕哎，这边感觉就是如果早上的话是一般的观光景点。白痴哦，你早上走进来也长这样了，靠腰。就是可以灯泡啊。他这不会开吧？他是感觉没有对外开放那个观光。岔路吗？上去哇，天梯哦！我靠，这出去的地方不知道。我看到上面有一根柱子，那是柱子吗？哦，干，我刚下来差点摔死，有一颗石头它突然松掉，我踩着它，那个石头直接掉出来。哇，哎、欸，我就要等他们了，不然等一下我们走岔路，那要分开了。已经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。
哦，哎，要等他们吗？哎呦，这边应该是，这边应该原本是可以看到外面的。哇，都埋起来了。轰隆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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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跪在后面？哇，你还搭着别人的肩呢！我把你希望看下去。你要把刚摸到的钉子。啊啊！你手爆了吗？这样，一个小洞。你知道我也一个洞，我的破皮。哎、欸，我就我就鞋子脏了一点而已，人没事。还是我们在这边组一个魔兽电竞战队。应该是没收据。还是 T1 探险队在这边打魔兽电竞战队。我们是爬山党。魔兽爬山党。哎，那楼上。那边有一个像天梯一样的地方。他这边有写一个什么？不知道啥。要走哪边？先走这边。为什么没有风、啊？哇！这是三小，这个阶梯已经崩落了。哎、欸，干这边，哎、欸，这边会不会很危险的、啊？靠背、啊。它都是空心的吧？这是空心的。要晃，要过吗？嗯？我们刚从这边过来。不是啊。哎，现在要回去是不是？因为这个晃。那个都已经全裂了。那你还去啊？哎、欸，干你娘！哎、欸，这空心的靠背。等一下就出事了，他那楼梯都坏了。哎、欸，乖腿，你要不要上去？乖腿，你上去啊！好。Main power。哎，好了，金门探险差不多到此一游。没料，没料，差不多。没料。你刚不是被别人搀扶的出来吗？没料，没有，我刚真的中邪。我等怪头打光了，你不要继续走。可以嘛？好了，手抓那个，你要抓，你要抓，要抓这个吗？哎，抓，有下面，下面，要抓下面，要抓下面，抓根这个、哦，然后脚踩这个，上了，这个，如果不行你就先手抓这个，上来再上来，直接踩那个树，踩上去踩那个树，踩那个树根呐、啊，蹬上来，蹬、那個、蹬，这样子、哦，稍微蹬上，蹬拉上来之后手抓这个，手抓好，下一个抓这个。不要滑裤了，靠背，我一手都上来。啊，你不用讲，小心哦。哎呀，好了，回家吃饭吃饭。你他妈你就继续没掉了，操你他妈的！小没什么嘛。